尔兰的踢踏舞可以说是风靡全球，充满震撼力的表演让人看了心跳加速。不过有人来哭走恶搞了，最近在网络上有一段这样的影片，有人把踢踏舞的表演设计成排队等厕所的桥段，让很多网友看了啼笑皆非。一看到厕所就往前冲，踢踏舞的利落律动，这回被哭搜成尿急等厕所的窘样。焦急的直跺脚，传神的肢体动作，似乎让人心有戚戚焉。台下观众看的掌声笑声都没停过，影片被PO上网，更创下300多万的浏览人次。有人在半个小时内连看3遍，也有人笑到肚子痛。不过既然哭搜自经典踢踏舞一字排开的大阵仗一定要有。转圈精湛的技巧一样都不少，只是原本磅礴的气势换上轻松开怀的主题，波君一笑